把条子挂上纱架，把它拉过来。拉过来。把皮管拿下来，拿下来的时候记得顺序。穿纱穿好，所以说呢，是这样。放皮管。那个等着后面的，不是因为刚刚就跟你说了嘛，这个行的话，我要再把墙板。这边先放压力棒，再放皮管。皮管放好。两边一起压力用力。啊，参数设置。四根条子到了，就是四倍前伸。速度就还是这个速度。确定，回出来。然后先按点动。好了。拉掉，拉掉之后，一下，那个头出来。然后看下面出来了，然后就直接启动就行了。